老啊！你先别倒闭，你真的是。我要找一条冰春彩，我的手比较小，本来是5253呢，现在孕晚期啦，头好像肿了一点点，所以选大一个圈，不是说手小可以捡漏吗？你看在玉溪街帮我找一条这样的冰春彩要多少钱？就是呢，因为人家天天想着捡漏，这冰水那么好，颜色虽然大，但是好好看，不是吗？就看这个起货就知道敞口正，肿又老，冰冰焦焦的，就这个姐妹都多少预算呢？粉丝预算50000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只有5000，开什么玩笑嘛！哎呦，5000买冰春才吓死人呐、啊！就是种水买个白冰都2万了呀！我刚刚看错了，但是你要快点去找货赚钱啦、啊！公司现在怨声一片片，常常白馒头一点油水都没有，他们干个屁呀、啊！这条真的是好美，五合冰尊彩的17号位，这条紫色浓，但是它这里的话这个绿啊加黄了，底下的是冰淡尊彩，这号位就浓一点，其他淡一点，这个绿才淡的嘛，淡点就淡点，够紫够冰就可以了。你说怕在哪？怕在这个，我记得是10万块左右的，我看它这个品质也不是咱这个几千块的预算。不要叫了，快点找啦，公司这里叫苦连天的，油水都没有一滴。你看这个，这个的话又只有紫色，这个绿要是能挂到啊，然后画的再淡一点，中水再好一点，咱就翻了。哎呀，就这条可以啦，还有其他货要找呢，赶紧。哎呀，要做就把品质做好，不然在那里叫。这话也超预算的啊！你看这二号位冰春彩，背光看了这么漂�亮，哇！冰淡春彩标价213000，它打折，然后再砍，再这个，要多少？不会几千，就是怕再去其他地方找不下啊，都不知道怎么谈呢、啊。预算才5000，一看价钱都好贵啊，感觉找不了了。咱看还有没有其他单，还有很多的评论区。不行啊，这条一定要找下来。你刚刚那个货就挺好了，值几万谈到5000，脸皮厚你去谈。你是不是不行啊？我觉得我跟错人了。掐。我的老天啊，五彩缤纷的，这些都是小淡春彩，但这个其实有点小微棉哦，这条有点粗，这几条就漂亮，这几条你看水头 OK， 不过打灯的话颗粒感还是有一点点，就这个可以啦，又挑我在那笑呢，这条底妆就细很多，你看一对比，但是这个绿色有点淡嘛，抛完光应该还可以，背过光颜色会浓很多，等抛完光它会焕然一新，颜色就会浓一点，清清爽爽，就要这个了，他得愿意卖啊，不要算了，还在算，哇，又打了一串海南的珠子啊，你先这条卖给我了，这条卖多少钱？这条淡春彩哦，有冰感的哦。哎，你就记着淡，不要记着冰，就不能赔点卖给我吗？18000，1800，来，你这条，你便宜一点嘛。还有凡哥啊，叫啥都没用，18000，我要东山再起的，你便宜点给我，支持我一下。15000，今天你走不出去，你不便宜走不出去，我就坐在这了。你好好给嘛，你3000。哎呀，你这条圈有扩不了圈，薄薄的，你看现在都已经8了，扩圈都扩不了。如果说解大一点圈一扩过来，那怎么扩？所以说它得日来，日日有缘来。它颜色淡是淡，它有种水呀、啊。客户是上帝。5800啊，5800除以2吧，4900。真的就是我自己会挖哦，就5000的预算，200块加工就4800，你就搞给我。你知道我给你这个价格，我都是亏着米给你的了。每个供应链都说最亏钱，那你们怎么还没倒闭啊？反倒我们快倒闭了。不是说有的石头料子按本钱算肯定是亏的，只是说这份石头我赚了钱了，赚了钱再给我啊！我做生意我不赚钱，我做锤子生意啊，对不对？亏一点嘛，亏一点好的。哎呦，别说我先没流量，是不是先不赚钱，先把流量赚完了之后再薄利多销，再赚一点点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嘛？你刚开业是不是也得搞促销活动啊？啊，你别说那么多，整数拿出，整数拿出。5000啊，5000跟你说。我要加工啊，我工费不能亏啊，不抽水了。